好，不然既然他都可以自己取名字了，曾经这么的仰慕你，所以如果我把自己叫月子会怎么样呢？嗯哼，冰，是，哦，是这样啊。不过，嗯，抱歉，请问您的名字是杨子，是这样吗？确定，天津杨子小姐对吗？请稍等，我先请睡郎先生过来。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是不应该在这里的。杀人剧本怎么样了？都到了这时候，你可别说都是假的。你在说什么？这里是哪里？你又是谁？什么嘛？是我看走了眼。你就跟什么都不懂一样。你能正常沟通吗？我在问你是什么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就算回答了，又能改变什么？过去不……我就算回答了，又有什么意义？过去不会改变，你已经无路可走。不要闪烁其词的敷衍我，口气听起来挺大的，反正你也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吧。如果说掌握了一切全是假话，哦，对了，那我反过来问吧，你对你自己很了解吗？你对自己的想法、行为、内心全部都很了解吗？那当然，我自己的事情我当然自己清楚，这还有什么好问的？你又为什么在这里？你就是不知道才问你。你不记得自己做了些什么？我，你说我做了什么？你忘了自己的罪孽？你忘了自己杀过人？不，那是……你不记得自己曾经逼死年幼的孩童？别说，你就连你曾经背叛过最爱的人，你都不记得？闭嘴，放我出去！你出去又怎么样？我都说了，没有意义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该怎么办？既然说谎，就有说谎的样子，把谎言圆到最后。秀月亮先生，带着你的谎言，带着你的箱子，和村子一起死吧！哎呀，我不想再见到你那张丑陋的脸，连我都会觉得难受。哟，好有节奏感啊！杨子，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交谈了。哦，所以他叫杨子，他不是月子。你好，我叫岩本月子。嘿，月子是他。诶，我知道你和我都铸成了大错，但是这些都过去了。我现在可以弥补忘记村子里的事情吧。轩郎哥，这个人做了什么？加奈子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？箱子是什么东西？请你告诉我。我不该来这里，那你为什么会在？诅咒？你在说些什么啊？我说的是破坏掉的那些箱子，由你来结束诅咒。诅咒？太愚蠢了！就为了要杀死村民，这是不对的。村民，杨子，他追求的是诅咒的终结，也就是用箱子处死村民。箱子是村子的象征。意味着现实的箱子和驱使箱子的巫女，谎言、虚假、幻象，箱子对这些恶意惑心产生反应，将对象透过诅咒杀害。不要笑，杨子，对，是我破坏了他们，然后被封装在箱子里的诅咒得到了解放，追杀村民。当然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，
而他自己也说是他下的毒手。那箱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这我不能说。哎，人，姐姐，杨子，不要乱开玩笑。哎呀，现在主角是他了，怎么回事？这里是哪里？我怎么在这个地方？不要去找修一郎先生。对，他叫杨子哎。其实他是真的是骗了我，就是骗了那个被他抓到那个小女孩。咦，耳朵是手？咦，这具尸体不就是我吗？我的尸体躺在地上，所以又是完全一个新的世界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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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不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一醒过来就在这里，我不记得为什么待在这里了。我想回去，你能告诉我出口在哪里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没事吧？搞什么啊？哎呀，有好多的手。哎，哎呦，尸体，怎么一堆尸体？好多哦，这都不能调查。他只是，哎，只是引诱我去探索那些尸体嘛。这里可以过去吗？过不去。这边都过不去。等等，你为什么逃跑？我只想问你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为什么这么害怕？你是来杀我的吧？哎，我为什么要杀你？不是啊，你是骗子！你杀了我，你的谎言就能得到肯定，所以你不停的一次又一次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还不结束？我什么时候才能从这个箱子里出去？等一下，危险！哎呀，掉下去了！他掉下去了。这边都没有东西，而且也不能记录。女孩掉下去的地方深不见底，要下去吗？是。虽然很危险，不过没有其他的路了。还是个孩子，不需要连箱子里的东西都告诉他。真的是人吗？箱子里面的是尸体？开什么玩笑？你杀那么多人，杨子，你有什么目的？是为了让诅咒终结，还是为了让我们恐惧？还是说要把我们杀了？那为什么不马上动手？你笑什么？演小说？借来带来恐吓成分的书信，描述不断的杀害村民的情形，让你很享受，真是低劣的嗜好。于是你很满足吗？你打算把我们也杀了埋进箱子吗？你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这里的吧？你当然不会允许。孩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已经不想再听关于你杀人的事了。我在问你的目的，我不理解你的所作所为真正意图。请告诉我关于那孩子的事情。月子，你怎么也跟着起哄？不要被他的话蒙骗了。他很享受让我很困扰纠结，你看他现在还在笑。没关系，我只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。妈妈、姐姐都被名为过去的诅咒纠缠折磨而发了疯。我是个局外人，但是我不能接受这些。我必须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杨子姐姐究竟做了什么。好吧，如果真的能让你满足，好痛。咦，
怎么死了？女孩被树根尖刺贯穿而死，刚刚明明还活着。稍有不慎，恐怕我也会是这个下场。不、哦，果然，暗黑。咦，不痛？我的尸体还有点动弹，那种痛楚，那种身体被贯穿的痛楚，还记忆犹新。我应该没有痛久了才对。哦，记录。要回到头了。刚刚是不是有人？下面都没东西，一个打开的箱子，要往里面看吗？是。你好，第一次和您见面。我叫天津洋子，今后在这里工作，请您多关照。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之处，还请您多指教。天津洋子就是你，我已经听说了，是非常感谢。你可以不用那么紧张，可以抬起头来。像你是在这里做事，也就当是在家吧。家母那边要费心。到我这里来也没那么多规矩了，而且年纪上我们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吧？不，这怎么行？那就随你吧，我倒是不介意，彼此之间不用太过计较。在家里气氛上多少有些压抑。先不说了，今后你可能会比较辛苦，如果有困难或者麻烦，可以找千鹤代，或者是找我商量。多费心了，杨姐。请多关照新郎先生。不用找先生，我很不习惯讲，最怕的就是规规矩矩、拘拘束束的。我来这个家没多久，和你差不多，你大可以放心。可能用不了多久，你就比我更了解这个家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还得反过来麻烦你呢。那就请交给我吧，薛浪先生。遇到那个小女孩，死掉了。好像啊，又死了，很容易死，怎么这么多？那是。找到了，等等，求求你等一下。你是谁？这些疼痛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明白，虽然不明白，可是我有一种感觉，一旦找不到你，一切就彻底完了。好像再也找不到，再也找不到了。所以，等等我，出不去。如果你想在我身上找些什么希望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我身上没有能满足你的答案，我身上没有能让你满意的答案，也救不了你。反反复复的循环，能够看到，也就只有迷惘和虚假。这种无稽之谈，哪里能找出什么答案？再怎么挣扎，
也不会是无谓的闹剧，我已经累了。我也不会就是个普通的女孩。我不会说让你帮我，救我，可是我不能待在这种地方。我不要就这么结束，就这样一无所知，懵懵懂懂的。我只是想在结束之前，在一切结束之前，再见修一郎先生一面，那是办不到的。如果你仍然害怕一无所知的结束，就把箱子打开吧。对，你不该在这种地方。你不需要知道些什么，什么也都不需要知道。该死的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什么？反正根本什么都不懂。我要找的人不是你。有事吗？对，有事。你已经办好了。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在犹豫什么？要杀了他，直到把他塞进箱子为止，一次又一次不停的反复。这就是你的目的，再无其他。箱子，对，箱子，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？这是异物，用手指、血和木桶做成的，你懂吗？必须知道这个东西，所有的村民都必须死，虽然月子也不例外。唉，我恨，好恨，杀死我村子的男人，所以我也要杀人，所有的人，包括人格。让你们也尝尝绝望的滋味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憎恨。堆满箱子，杀了月子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感觉。正义感特别强的他，看着笑着杀人的我，一定会耐不住心头之火吧。喂，怎么做又能得到什么？我不愿意这样。不是吧？你哪是那种人？不过是个冷酷无情的刽子手而已。不，哎，少说废话，你不动手，那我来。